甜蜜蜜起司肉丸。取一株肉片，包入少许起司丝，将卷好的肉球裹上太白粉，将筷子放入油锅，慢慢冒出泡泡，这样油温约160度，将肉丸放入油锅炸至金黄色，捞出备用。起油锅，放入蒜末、洋葱丁、蒜苗爆香，加入番茄酱3大匙、水3大匙、糖2大匙、白醋2大匙拌匀，放入青椒丁拌炒，等酱汁煮滚之后，放入炸好的肉球拌匀，最后撒上鲜果